吴亦凡现身性病皮肤科，靠脚撩拖鞋却意外成焦点。吴亦凡因涉嫌诱奸未成年女性被警方逮捕，近日就有网友目击疑似是吴亦凡的男子现身皮肤科，而且脚上被靠脚撩还有头套套住，然后再看看这个高度及背影，让该网友表示是吴亦凡的几率很高啊。传上网后立刻引起网友暴动，甚至有人翻出吴亦凡的背影照来比对，确认是本人没错啦。还有网友把重点放在拖鞋上，表示太惨了吧，拖鞋都不合脚。更重要的是，还有更热心的网友去查了，该皮肤科的医生介绍表示，这位医生的强项是性病，擅长治疗性传染病啦，这让大家有无限的想象空间。再想想曾经吴亦凡曾说过我的很大你忍一下，却被都美竹打脸是吴倩，这想象空间就留给大家吧。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